只有三张，100号的组就不够，可是没那么大的空间，除非把那边的画都拆掉。这样三张加起来算几号？300吧，一张100。哦，要画到六张。我觉得画到六张的那个构图会是最好的，因为刚好两边都有高低，然后中间有个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起来一个岛。嗯。然后在那，然后这边再画几棵树比较大的。嗯。就可以把前景、中景、远景、最远景、天气、水面就可以表现出来。嗯。但又不能画得太像那个水墨画、国画，因为这就是油画。那油画画出来一种感觉，可以试试看。古代人画《富春山居图》，现在也有人画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所以现在这幅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画出来。它也不完全是实景，因为找了这么多的图片，对，有一些很漂亮的景，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眼，对，很漂亮的景，但是可以把它去做一个整合，因为画本来就是一种每一个人对画面的一种解释，嗯，然后情绪的一种解释。所以这幅算是要用现代的油画的画法，把古代的古画《富春山居图》画出来。对。所以这次目标是400号，还要再多一个地方。大概会画到是，但本来想要画到600号会是最好。600号。但是因为空间不够，这里又平常是办公跟会客的地方，所以很麻烦，空间不够。那虎哥打算多久画完？嗯，不知道哎，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不设定一个时间。这是古代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对。哇！可是我觉得这张图跟实景有太大的差别。对。因为还是用一些书法的，用一些画作的那个国画的画法来画那个山，所以它会刻意去画出一些石头一些线条。嗯哼，因为古画很重要的就是一些线条。我觉得跟实景差太多了，因为实景太茂密了，像我们很喜欢种树种花，对，来减碳的人其实就很喜欢看到很多的水跟很多的植物，因为植物的叶绿素才能减碳，那水里面的藻类也可以减碳，也可以把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气。很多人大家都以为只有树叶才可以把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，实际上在水里面的藻类也有很大的功能，它同样的可以把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。嗯，所以水一定要保持干净，对，然后经过光合作用，其实它可以大量的减碳，所以水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，水里面的倒影很美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期待完成品。好，很早，慢慢等。OK， 好。